乔治要选王子带过东海事务。听你父王的口气，我自尔和彼岸难分伯仲。谁敢挡我的路，就是我的冤家对头。镜子里有海浪翻涌，是不祥之兆啊。此女果然超凡脱俗，不行，你们不能出海，赶快推算出看到会有比狂风暴雨更大的危险。默娘起风了，阿刚你别走啊，默娘。周一至周五八。